长，你好，我是詹医师。好想要有那种零毛孔的细嫩透亮肌哦。保养重点就是在于说，我们要维持皮肤很好的代谢速率。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受欢迎的洁面仪，像它有一个 latex 的面头，上面有好几百万个微米级的气孔，就在角质比较肥厚的 T 区，重点清洁大概40秒，然后 U 区就温和的清洁20秒就好，这样轻松洗脸1分钟，就等于完成了一次3-4千块钱的微精华护疗程了。